是第三名。好，排队排队。Number one 的。第一个买票有什么？两颗高丽菜。接水池是一个完美景点之一啊，不会推门。现在太早了。哇哇，现在的景色是我们拍个帅照，下半来应该会开更满，会更红。这是今天最粉的一颗。应该随意市区。哇塞，看下去还不错。蜜蜂已经出来工作了。一个花痴的脸，拜托我去吃。你炒过甜吗？好像没吃过，才来没吃过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过去阿本农场看樱花一日游。今天是开幕的第一天，我在网上看他说。早上七点开始接驳，那现在时间五点多，我们等一下就出发到阿本农场，然后搭第一班的接驳车抢先看了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对、yeah, ，我们停好车了，我们是第三名，我们到了。那现在时间是早上七点多啊，大概七点过两分吧。我要走下去接驳站，然后我们会来这里搭接驳车。这个活动中心还没开始，每个人要着收300元。车停好后，走下山，来到这个。水里乡俊坑村的社区活动中心。它看起来不一样啊。从大陆转进来之后，从这里一直开上去，大概100公尺就有一个停车场了。那里会有人指挥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Number one 的，300块就含这个接驳费。我们要上车了，我们第一波有5个人可以一起上去，后面2位就好了，好吧？好，好 ，OK， 来这边。中间的车子要出发哈，有几步要报一下哦。停车场在这里，只有3台车。我们到了，好，好，这是山上的一个广场，有贩卖区、接驳区，还在架设中。今天是开幕第一天，然后我们是第一波人，第一波人，可是我们不是第一个买票的，然后他的票拿错了，对，第一个买票的有什么？2颗高丽菜，需要。我啊，第三个没有，第三个我邮袋券001的没有一颗哦。
优待券是给什么幼稚园残障的？这也是现在山上的场景。这里就是没有被污染过的风景。对，这里应该是给你走进去的，就可以这样。呵，有山有河，这风景还不错。可惜活动这里是原住民，后来他就直接讲客家人，因为他第一句话讲这样不对的、啊，还是原住民，感觉不是，因为然后下面也口音还有点特别。哦，我听到，现在拍一个地标，那个就是他地标，准备中而已，啊，接起耶池塘，正在放水中了，小黑，大家都在这个位置拍照，这个位置，不会亏你了，哇，现在太早了，他都还没有开的完全，这是油菜花嘛？是吧？来，加利比，我们来拍个帅照。帅，我来捶那个最茂密的樱花了。这里啊，这一排啊，有、哦、这边真的开的比较多、哦。那边新收的养分比较多。这个应该下礼拜来会比较漂亮。我们现在第一天来真的是太早了。哟，这有隧道风。别位置。哇哇，现在的景色是这样。等一下，下拜来应该会开更满，会更红，更粉红。这个农场它是期间限定的，有、哦、下面那里比较粉哦。哇，这个景美败呢。那是什么？不在。难道我经过那些红色墙？这几颗应该是开最旺的。也许因为陈友兰溪呀、啊，陈友兰溪，陈友兰，陈友兰是杰郎的，杰啊，杰啊，陈友兰溪呀、啊，所以它是一个阿嬷的发明的溪，是吗？帅哦！有了，这是今天最粉的一颗。还有，啊，下面这个城镇是什么？普里盆地哦，我了，这都认不起。应该水以市区。我要去浊水溪啊！哎，看那个浊水溪哦、喔。哎、欸，那浊水溪。不对不对，这个是浊水溪才对，陈友兰溪是前面比较小条的那一条。前面这个是水里市区，正确哦、喔。感觉很小哎、欸，所以这样绕进去，就可以到日月潭跟九族了嘛。这个方向。
这位置还不错哦。帮奶奶特选。哇，这些都正在开花哎！我觉得下礼拜来应该会更美。蜜蜂已经出来工作了。其实如果下面这边都全红的话，红配绿黄，这样其实蛮美的，颜色都很鲜艳。这颗应该是本日最美的了，本日最美一颗。来，我立，一个花痴的脸。这个是我的开心农场。我靠，这整排都是萝卜。确定这些萝卜？嗯。哇！要面顶看落来，风景全部有十万台呀。好。三条线线前楼梯，天天抬一下哦。哦 ，OK。哇，这里有好多高丽菜哦，长得很漂亮呢。我们没办法拿到两颗免费的高丽菜的，这排得很整齐。对啊，老板有强迫症，开得很漂亮耶。这一片真的很漂亮。嗯，带一颗回去吃。上面的是粉音呢，比较粉；下面那里是比较桃红。嗯。
原来是找养活。我再走去后山看看，看一下后面有几棵樱花树。诶，这个是梅花诶，是吗？是啊，是梅花，也正在开而已。嗯，好香哦。这里有一棵垂樱，很大棵哎，如果它开花的时候应该蛮漂亮的。有啊，它有开花，只是都还没开很满。这边有另外一个方向的风景。可以再上去了，哇，可以哦，我攻顶了。哇，这里看下去还不错哎。接驳车越来越多台了哦，三台都等待嘛。嗯，随时可以下山。这个水池终于满了，接水池其实也完美景点之一啊，拍照景点之一。那你用怎么拍？站在这个石头上面，然后这样。可是现在旁边没有樱花，这样，然后拍的那个水在喷。帅，帅惨了！四台接驳车了哦，五台啦，好五台啊哦，阿你开拢无啊？无啊，还开过两三台咧。乌龙茶，哎，对，乌龙茶那个姜茶，给你那样喝啊。嗯，你茶会甜吗？你喝看看，有加糖，不会很酸。好、哦，你要酸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加梅汁。好嘞。你要梅子绿茶的梅子，有暖起来吗？才喝一口而已。哎、欸，今天我辛苦，到梅子绿茶还是梅子的，茶不绿茶呢？好、哦，嗯。辛苦到梅子绿茶的梅子的。好喝。这个年纪我也做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天气刚好凉凉的，喝这个蛮温暖的。太阳出来了，感觉。风景又更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袂使休了，分开啦。脐橙，一包一百，我不知道这个吃起来是如何，没有吃过。
这真是橘子吧，是吗？橘子柳橙。豆仔丁，又叫柴丁，它里面没有籽，果肉又很多。没有籽就很赞，就不用一直吐籽了。他说要单眼吃会很赞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要下山了，我们来买个高丽菜。嗨，我要一颗。高丽菜，奶奶，很臭的哦。好，蛮好吃的，又甜，要几颗？不是刚刚摘的吗？一颗，刚刚摘的，早上才摘的啦，都可以，你要哪个？都可以，这样一颗多少？100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老板，拜拜。这里有薯条，关东煮开始了，可是我们要走了。哎呦，这里有贵呢。哎，好吃才会啊！刚刚有那个肉吧，是没有菜。芋头贵，非常贵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南瓜来被包过的菜。哦，这好贵。好，各一个。啊，超贵，金贵贵哦，嘿，好真贵哦。谢谢。我全部都是石头。你们要下山吗？有。好，我们先坐一下车子，要下去我再跟你们讲。好，我们来到了接驳处了。外面小吃都在卖了，有卖关东煮、鸡排、薯条。人家开了，我们才要走。一颗100，早上才摘的，脆又甜。对，开幕了哦，快点哦，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哇，直接来了5-6台，然后直接放了好多了。我们要走了。小心哦，警察一下你们的东西有没有带。三把。拜拜。小心。我们要回家了。哇，好多车哦！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阿本农场赏樱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那现在停车场车越来越多了，然后刚好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了，该拍的都有拍了，只是今天的花况没有很旺，我觉得下礼拜应该会比较旺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把那个喜欢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